咱各位同心，大家早安，大家好。啊，昨暝睏有好无？拄啊，拄啊，你闲尔，剩个拢睏无。睏无好，我感觉在我看是正常，因为我来百几届啊，我嘛拢睏袂好。第一暝来拢睏袂好，我即慢慢爱睏眠，爱睏眠哈。好，我安尼好。那么，讲到这睏无好吼，早期吼，差不多二十几年前，台湾人算开始食即种已经变西洋化，啊，所以政府有一挂迄个停耕有无？诶，即个补助啦，吼，啊，佮对一挂农具嘛有补助，啊，迄阵。伫阮庄脚拢有迄个广播吼，庄个庄头个广播器咧广播，透早咧广播讲，啊，若有迄吼，会使来领补助吼，若迄困无去个吼，讲困袂去个啦，困袂去个吼，补助500啦，啊，其实伊咧讲个喷雾器咧铺药啊、草药啊，困无去个，啊，若天光个吼。会带来领1000啦，停止耕作啦。啊，台语讲来讲变停耕的啦，停耕的补1000啦。啊，睏袂去的讲补500安尼啦，会带来领哈。啊，这是一个笑话哈。好，那么咱今仔开始来讲，咱讲无完的，继续来讲。这个中国人做学生文字游戏哈。那么因咧国共内战迄阵哈。国民党迄个共产党安尼拍甲，走敢若飞呢吼？迄阵拢会使讲兵败如山倒安尼。但是国民党诶，因诶中央文宣部吼，因诶报纸咧报吼，嘛拍输嘛报甲敢若拍赢哦。伊安怎讲呢？伊讲我军转进。撤退不被攻撤退哦，一攻转进，讲转个方向前进，撤退就是往后走嘛。但因不爱攻撤退，一攻转进，转个方向前进，一个攻神速，我军转进神速，一日千里，哦，看跟他作搞的，共军追赶不及，哦，那听起来是不是好？跟他作搞的，我军转进神速，哦，照刚才背呢。一日千里，共军追赶不及。啊，有无？我军转进是一日千里，听起来肯定拍赢吼，有够厉害。来，过来，啊，中华民国跟台湾这两个民号，伫媒体上安怎运用？那好康的吼，都拢报中华民国。中华民国与某某国建交，那建交用中华民国，啊，那断交呢？台湾与某某国断交，哦，你注意甲看，后盖你注意看啦，报纸不时拢用这部，好的就写中华民国，歹的就拢提提杀过台湾，哦，这，啊，过来，譬如讲，伊小点啦，然后用棒球啦吼。中国队打败日本队，安尼上赢。中国队赢嘛吼，中国打败日本。啊，过来用中国战胜日本。哦，中国打胜日本，哎，嘛是中国赢。无论你打胜还是打败，拢中国赢，好无？中国打败日本，安尼是咪中国赢？中国战胜日本。无论是败啊胜，拢中国赢。哦，你看因做啊胜这游戏。过来，咱改正咱错误的言辞吼，咱做个，甲你讲到拢朗朗上口。啊，来，外省人，咱定咧讲这句有无？啊，我上简单来比咧，就是讲，那上咧这个。台湾要你要甲分人吼，
分两种人就好，一个就是本土台湾人，就到秘书长讲的，八月十五投降，日本天皇1945年八月十五投降，投降，或者是讲用1945年9月7日麦克阿瑟的发布的一般命令第一号，迄天开始，因为外国的军队拢外国人拢也袂入来嘛，好，迄个叫做本土台湾人，剩的拢总叫做外国人。啊，这外国人就包括啥？走路来这中国人，好。所以咱即句咱来改啥？卖讲外省人，爱讲啥？外国人是掉一半，那我爱讲中国人，系啦。台湾无外省人，有外国人，包括中国人，好。因为你若讲外省人，啊，咱本省人，咱煞变中国的一省，哦，安都唔对呀，吼、哦。你若讲伊外省的，啊，咱就是本省嘛，啊，咱本省就是变中华民国的一省，台湾省，哦，安都唔对呀，咱唔是因中国个啊。台湾朋友，到即马从来无一个国际合约书、国际条，讲已经割让出去乎一个所属国，叫做中华民国，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咱唔是中国人。好，过来，咱嘛定咧讲专省，即句嘛唔对。你若听有咧听电台，吼、哦，较早定咧讲专省药房拢有伫卖，有无？专省各服务站拢有咧甲你服务，讲甲足惯势，啊，咱嘛听甲足惯势，啊，即句唔对，要怎改？有人知无？咱。台湾不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所以袂使讲全国。啊，咱讲全台湾就对啊。你若讲全国，就包括日本去安尼。哦，因为咱是大日本国，哦、所以爱讲全台湾。好，第三，咱常咧讲大陆，大陆。哦，你若甲你的朋友讲，外国朋友啦，比如讲你甲美国人讲。啊、我后礼拜要去大陆佚佗一礼拜，美国人都头壳都真了咧，啥物原因？因为全世界有六个大陆：北美洲大陆、南美洲大陆、非洲大陆、哦、澳洲大陆、欧洲大陆，佮第六个亚洲大陆。啊，你是要去这六个大陆的其中倒一个？哦，所以咱来改啥？讲中国就好啊，唔好讲中国大陆。啊，你若要去美，澳洲佚佗，你就直接讲澳洲，我要来澳洲，免去讲我要去澳洲大陆佚佗，免。哦，来，咱嘛定咧讲先得，啊，先得即句唔对，免哪改，对一个较一对。有人知无？诶，这条路吼，台清来台湾，甲咱管212吨，无在条为家人开一条路，开到屏东，真正有够笨手。日本政府来台湾开始，一直到差不多11年的时间吼，伊就基本上甲这条路开通啊，吼，为家人开到屏东，拄啊剩。西里大桥，迄阵还搁咧弄桥墩，吼，因为迄条真正太大条，吼，啊，但是已经有变道，吼，到那寒天无大水的时候，迄个变道会通。那么，迄条路就是纵贯南北，所以有人讲纵贯线有无？有人咧讲乌道的七条纵贯线，就是这条路的。因这条路一挂大乡镇都市，其实这条日本人，哦，咱那个叫做台湾第一条的纵贯南北台一线，哦，啊叫做台一线。啊，中国人来了，改讲迄条叫省道，哦，啊其实如果你若开车开一这条路顶关，
你拢唔免加汽油，你拢加水会走。安尼你甲讲许多省道，我都无意见。啊，你若食汽油的吼，你爱讲台语线啊，安尼了解无？早期五十几年前，台湾的日本进口奥多麦，有人有咧加水，啥物原因？迄阵叫做水冷式的烟瘾啊，就像即摆汽车嘛爱加水，迄、那个水箱爱加水。啊，迄阵奥多麦伊嘛有一个水箱吼，细个个呢爱加水，用水咧循环降温。所以我迄阵做囡仔，毋知影我有迄个奥义上骗。我你这食水会走？我讲会咯，你问我拢加水。我你若走省道，你话那加水会走的，我安尼我不会讲。哦，你讲省道，我都不会讲。来，偷渡客唔对，要改啥？哦，咱报纸定个，迄阵二十几年前，台湾钱阴卡巴吼，中国人遐查甫查某拢为平潭吼、哦，福建的长乐县外海有一个岛叫做平潭岛，为啊坐渔船啊偷渡来台湾去来拍工。啊，真侪拢为迄个新竹的南寮渔港附近遐登陆起来，啊，有诶去屏东的枋寮吼，那边为遐偷渡起来。啊，若迄号掠着，互咱的边境警察吼、哦，海巡的掠着，吼、哦，啊，就报纸就报讲，又抓到哦十几位偷渡客，啊，这毋对，偷渡客毋对，变作。偷渡是一个犯罪行为，对吧？因为你要去人个国家，你爱去申请签证嘛。哦，伫你个国家，你要去迄个国家，伫恁迄个国，恁个家己国家个大使馆还是领事馆，去甲申请签证。就像以前咱若要去美国，咱爱去美国在台协会 AIT 申请美签，美签摕到了，你才会当坐飞机，吼、哦，爱到美国个。机场的海关的是摕迄个签证互看，摕护照互看，啊，若看哦，你有签证，才互你入去。啊，若毋是偷渡，就是偷渡犯嘛。啊，你若偷渡去讲会通，啊，那人讲咱，若等于咱兜发现讲，咱兜着贼偷，啊，贼偷还佫伫内底啊，袂有走，安尼，咱就爱。甲拍招呼讲，啊，小偷客你好，因为人客呢，吼、哦，啊，冰箱有凉的，你有摕来食无？啊，你要招待人客啊，哦，小偷客，哦，所以袂使讲偷渡客，吼、哦，一定爱偷渡。啊，是安怎他会用偷渡客这个名？就是咱迄阵呢，海岸遮个，较早要有兵仔咧守嘛，吼、哦，啊，尾啊戒烟了，开始无咧守。就变海巡，啊，海巡就算警察尔，毋是军队啊，就较松。啊，阵台湾钱用卡白，所以因中国人拢爱偷渡来遮趁钱嘛，因为迄阵个台湾个钱好趁。哦，但是迄阵个海巡，哦，也是遮警察，遐主管拢中国人。啊，因中国人因个心态。啊，为咱的故乡遐走来，是咱的人客，吼、哦，咱的兄弟姊妹，所以伊不爱用犯罪、偷渡犯这个犯类用，所以伊较用偷渡客，这就是中国人的心态。迄因的亲情，吼、哦，因共中国祖国遐来的，啊，因为因嘛是较早为遐走过来，吼、哦。好，咱就定来讲话，即卖民国几年？啊，你民国几年生？哦，咱定咧用即句咧问，好无？啊，即句嘛毋对，因为中华民国已经灭亡伊啊嘛。哦，咱你阁用伊个名号，吼、哦，啊改西元，吼、哦。近全世界话95%以上个国家拢用西元，你西元几年生足清楚个，吼、哦。啊，像中国人咧不是用嘉庆几年？啊，来用民国几年啊？若换一个朝代，就换一个年号，啊，就大家会高高。啊，你若西元足简单，
你要换算即满民国，你若五十年出生，要甲换做西元，你阁加十一就对啊。五十年出就是1961年生，1961年生。过来，台湾总统陈水扁，即句毋对要哪改？有人知无？真简单嘛，台湾毋是国家，所以无可能选一个台湾总统出来，爱叫做中华民国流氓总统陈水扁。因为中华民国是流氓来伫台湾，因咧选总统，结果台湾人也去个参加。这足奇怪！你讲，这种达赖喇嘛伊流亡去印度的达兰萨拉，啊，因遐咧选这个总理，印度人敢有去参加西藏人咧选总理？无呢。啊，结果咱因中华民国流亡来台湾，啊，咱台湾人走去参咧选，啊，咱也走去投票。这是国际法讲不通，吼、哦，就敢那讲，底下咧选一个帝王，啊，比如讲咱讲，有人讲，较早咧讲日本教好无？啊，咱是教，底下咧选帝王，咱教啊，走去跟伊咧投票，安尼敢对？吼、哦，帝国，诸国在选诸王。国怎么会跑去参加投票？哦、啊，国也跑去做参选人、哦，所以这个逻辑，你安尼想应该知影哈。第一个选帝王，跟咱搞无关系啦哈、哦。所以中华民国咧选总统，是因中国咧因的代志，咱大日本国的台湾人，跟咱无关系哈、哦，所以唔好去跟伊参选。这有一个阴谋。中华民国咧选举的时，因个报纸、电视拢甲你报讲，两个实力相当，差差不多3%尔。咱若甲对方有一拍盘过来，咱就赢。两边拢安尼讲，激荡蓝军的拢走出来斗，激荡绿军的拢走出来斗。我若无出来斗，会许对方赢。所以投票率拢真高，拢75%到80%这个中间。啊，这安尼代表什么意思？外国人咧看恁台湾，你这民意基础真高，有75%以上人出来投票所选出来的总统，结果咱两届选，咱拢输有无？2008年谢长廷跟马英九，通牌马英九甲独牌，这个谢长廷。咱输200万票，过来小英气势遐好，三只小猪哦，欠呱呱，安怎稳赢？结果独派蔡英文嘛选出通派马英九，输80万票。国外咧看这选举讲，哦，就是恁台湾人拢希望跟中国统一，安尼咱有食得无？投票率遐悬，外国个。民主国家咧看讲，啊，这恁家己欢喜甘愿呢，我来甲恁尊重，哦，这该食啦，哈、哦。来，台湾退出联合国，啊、这边哪改？啊，安尼就头掉一半有啊，歹空的就台湾退出联合国啊。就敢那讲，要一个房间门。啊！我从来毋捌入去内底。啊！你讲看我位啊，摕出来，位啊，行出来。啊！这叫做看到鬼。台湾都毋是国家，台湾从来毋捌加入联合国。啊！台湾会为迄个联合国摕出来，看到鬼，吼、哦！所以毋是蒋介石的代表被逐出联合国了。啊！你注意迄个。联合国迄个中国迄个席次 ，China 是中国吼、哦，无论你啥物政权去执政吼，较早蒋介石政权吼，然后啊是毛泽东政权，
你若讲迄个时事的位拢写 China， 国家袂换，政府这个政权会换，所以伊的代表会换，所以是蒋介石政权的代表被逐出联合国，迄、那个桌啊甲椅啊拢要保持伫咧是换毛泽东的人，你比坐迄个椅啊哈，所以是台湾袂使讲台湾退出联合国，是爱讲蒋介石代表被逐出联合国。过来，1979年美国跟台湾断交，所以以后就会晓看报纸。你若把台湾拢甲换做中华民国就对啊，啊、哦，是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因为台湾唔是国家，台湾是还佫许美国占呢。所谓有外交关系，就是国与国嘛。台湾不是国家，就不可能跟美国建交嘛。所以也不可能跟美国断交嘛，好，好，来讲中医，中医唔对要改啥？对，安尼讲就对啊。因为呐，自古早你搁甲即卖日本嘛拢讲汉医，哦，是中华民国来台湾了，就甲咱改做中医，哦，所以爱。恢复汉医，汉医已经用几千年了哈，是中华民国来台湾了，才甲你改中医。啊，连讲若有一个国家来甲咱管，比如讲像较早吴王勾践，啊，比如讲迄个吴国，啊，无爱改吴医，啊，就无医啊，吼，无医啊，吼，所以汉医是较永久的讲法哈。有你讲拢讲歹人，即句伫台湾较不适用，改做有你讲拢讲台湾人，啥物原因？你敢捌看中国人来台湾扎土地来，啊，伫伊个土地顶面布稻啊，啊生稻米出来，来互咱台湾人食？无呢？拢台湾人，咱的世代人，阮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因迄代，拢布稻啊，透风落雨嘛是爱去巡田水，有无？落雨就会单位讲，建功就讲着台湾的农夫，也是渔民，掠鱼啊吼，去掠鱼啊。落雨嘛爱出去趁钱来饲某囝。啊，若落雨透风落雨，中国人因。伫眷村内底咧创啥？拍麻雀，猎迄个水饺，包水饺。雷公讲因讲袂着，所以雷公拢讲台湾人。好，过来，讲了不要把无知当幸福，讲来真歹势。伫张以前，恁也袂来听这个课，恁拢毋捌好，毋知影好了了。吼、哦，即马恁若听这个课听了，你捌一寡真相，你一定做毋完的。是安怎咱互中国人来台湾，甲咱糟蹋到遮严重？所以你心内开始有负担，你会愈要了解真相，啊，你著爱了时间。来读《新台湾论》，本来有时间就要来佚佗，要来看电视，吼、哦，要来交友啊，要来看电影。即摆把时间省落来，来看《新台湾论》，还是上网看咱的官网。啊，你以前的无知的幸福就一去不复返了，吼、哦，你的负担会愈来愈重。但是这是会使讲个是啥？虽然辛苦，但是有价值，哈、哦。那么有一个故事了，我想出来讲个。有两个泰迪啊兄弟哈，伊、哦、两个职业就是拢咧做泰迪的。啊，抬到二十几年了，这个兄哥顿悟，讲放下屠刀，我不爱去泰迪啊，我要来吃菜，要来。念经拜佛啦，
啊，就啊，因本来两个咧台灯吼，古早时也无闹钟，所以若先起床的，就拢先叫讲啊，弟弟来请讲啊，哥哥来起来，咱来来台灯啊，看上请就上叫。啊，即马继续，兄哥即马去食菜念经，弟弟继续台灯。啊，所以那弟弟若醒来，就起来叫哥哥，哥哥起来念经啊呢。啊，那哥哥先醒来，哎，弟弟，哥哥通去台灯啊呢。所以讲到尾啊，这两个兄弟老了吼，过往，这个哥哥念经的这个，煞落地狱。啊，弟弟煞上天堂。啊，真啊。是有一句话讲，去到天堂，嘛去到地狱，啊，迄个哥哥讲，啊，我哪来遮？我逐天食菜念经拜本呢，哪会我迄个互你送来地狱？阎罗王讲，无呢？你拢透早起来，叫恁弟弟去抬猪呢？你是怀着好心做坏事？哦，啊这。这弟弟是拢好意哦，起来啊，哥哥，哎，起来念经哦，啊，伊咧做好代志，所以伊上天堂，哦，所以同款，咱来遮受恩了，你就知影讲，哎，过去有人咧甲伊动，动讲叫你莫来上课，遐个人就是怀着好心做坏事，动力来遮找真相，好，所以咱我爱原谅遐个人，吼，但是咱莫去做迄款人。怀着好心做坏事，伊好意，甲你动，甲一个人拢是安尼，吼、哦。好，啊，真侪人讲啊，我都无当无派啦，我无咧插政治啦，哦，改成伊作情歌的，啊，政治作垃圾的，哦，无要插政治，搁加高尚，政治就是公共事务，你无要插，但是咱无要插。咱无要好好选一挂立法委员来监督这个政府，就是咱安尼。咱选一个马英九了，2008年马英九去执政了，咱就开始做个官商勾结的代志就发生，哦，包括咱即个咧食地沟油，哦，这机油安尼连三爆有啊，为去年什么大同长基有啊。甲即卖即个地沟油吼，遐粪扫油，迄就是真侪人拢政治，互人去插倒啊，咱莫管，你无插政治要甲伊插吼，咱拢是大部分人拢无要认真在监督即个政府吼，所以造成即卖公共事务拢是官商勾结，钱咧赚，啊，咱咧食遐粪扫油。过来，为中国来拢唔是啥物好物件。啊，咱即个两点钟的课，你若中间有要去洗手间吼，你就点点啊去吼。过来，我住屏东，所以我对这个为中国遐来这个寒流，我就较敏感。啊，现在讲我来讲东西，你看呐，因中国人咧骂人，你算什么东西？表示这东西，这个物件是歹。无人咧骂人讲，你算什么南北？有啊，无人安尼讲嘛吼。啊，比如讲咱台湾有出产香蕉甲山啊，吼，咱个品质拢足好个，哦，日本人做爱食。但是你若甲香蕉往西卖，卖去予厦门遐啊，福建这边卖不到好价钱，因为呐。同这个纬度，因毛金蕉毛山啊，吼，但伊阁俗，伊啊一斤咧卖5块，超赚。那么咱这边若真正往那甲云里遐卖，你上价卖一个加2块，啊扣掉运金，你嘛无钱赚，所以无钱赚。但是你若甲金蕉山啊，甲往北卖，卖去日本、东京，上少加3倍价钱。都有钱赚，啊！日本的苹果来啊，因为早期咱台湾
无高山的澎湖来也是，迄阵的来啊，甲澎湖足贵的，所以因的澎湖来啊来，未来台湾上少嘛是三倍，因日本的三倍计上。我记我第一个食了澎湖吼，是大概我小学三年级，我那时候那算我的曾林，我做囡仔头，那无啊礼拜无上课，啊我就带，迄群人咧正十个吼。对着我后壁四个放风吹啦、乌河流啦、掠鱼啊、创啥？有一届足无聊个，就一个大池塘，然后饲鸭、水鸭吼。我就带带头讲来，算甲无好算也无来，牵三只头牵遐鸭，看啥牵会着。啊，我徛头前牵，后壁迄正十个对着我后壁牵。哇，一个囡仔三粒伤大粒个款，啊手阁细个。牵你啊！我也说，我头牵落啊！哦，我头壳又牵一个一空安尼血，迄阵拢穿迄落棉底啊做个衫有啊，中美合作，有诶拄啊车贴啊拄啊好诶，头前只拄啊两支手烧啊，中国手甲美国手啊做伙，中美合作诶，啊，怎血流落来？你白内衣吼，我红红。后壁就跪下就哭啊！因为我许牵着，我要晕，头壳拢出落声，拢滚骨落来，吼，乌暗面安尼。等我徛较好啊，起来吼，吼，规个拢血，啊，都有人咧哭啊！我啊，就气了，阮走转来厝，啊，我妈妈就徛脚踏车载我去，迄落镇上去，互医生看，啊，伊扎好带。我妈妈迄阵可能看了唔甘，我妈妈足疼我。啊！就去火车站，遐有人咧卖水果，真正买一粒苹果，日本苹果。迄阵敢若日本苹果，要无美国华盛顿苹果。吼、哦，迄苹果真正有够香诶！我迄粒毋甘食，摕咧，端蒸油蒸，拄着大家落来拼，拢毋甘食咧，我拼两三工。所以我第一下食到苹果，是因为头壳忽一空足外空，流血流滴较。哦，迄辛苦的代价，哦，迄苹果的滋味，哈、哦，所以，迪化街，哈、哦，台北迪化街，啊，是高雄市的三凤中街，因咧卖叫做南北货，哦，无人咧卖东西货，哦，爱卖南北货较有钱赚，啊、哦，安那讲，过来中国来的沙尘暴，迄十几年前才开始有。啊是安怎？以前无，他十几年前才有变沙尘暴出来，就是中国这个算天才啊，吼、哦、毛泽东这个杀人魔，伊迄阵为着要抄英赶美，哇！伫人民公社边啊，都拢设土法炼钢的陀螺，啊叫人民附近有树啊，拢出来行要炼钢。一挂树啊，错了了，啊！这树啊，你错，真侪尾啊爱死，遐树啊死，哎呀，紧看看咯，本来遐树会当水土保持，是吧？啊，因为咱错了上侪错啊吼，尾啊遐树紧烂了，遐土地真侪拢沙漠化，所以呐，东北季风、气风遐风飞沙就飞起来，吼、哦，就飞来到台湾，所以二十几年前开始有沙尘暴。过来雾霾，啊！这雾霾是这七八年来开始有诶，哈、哦！就几天啊，报纸搁咧报啊，讲上海啦，还是北京雾霾严重，啊、哦，甚至飞机都无法度飞，哦，能见度伤低。啊，这雾霾安怎产生？就是1979年了，邓小平吼、哦，以改革开放引进国外资金。啊！伊设工厂，所有的外国人无要生产的，你拢会当落单来中国。哦，遐高污染、高耗能，吼、哦，都外国人无爱做的吼、哦。你来落单，中国人为了要赚一出来工资，伊就拢接单去做。这跟咱四五十年前同款，台湾开放，和外国人来投资，有遐加工区无？
包括现在较新的，在什么新竹科学园区吼，啊南科、中科，哦、这拢是。但是现在这拢真济是拢有毒气的吼、哦，因为你现在像电路板要设电路板，啊要做即个什么 IC 板。这真侪拢爱用化学的物件落去加，落去生产，啊，造成毒的这个毒气。比迄、那个中国即马较严重，因为咱即马台湾有咧注重环保，所以你拢爱有遐除污的设施，吼、哦。结果中国为着要省成本，因遐除污设备拢无做，因就是像咱早期台湾咧牺牲台湾的环境权，哦咧。做这些有污染的物件，哈、哦！你来看像澳洲，现在澳洲因对这个塑胶工业，哈、哦，因嘛真侪专利哦。但是是安怎？因家己无要生产，伊把这专利权授权予台湾的厂商来生产。其实咱台湾无需要遐侪，哦，五千六千，哦，甚至七千八千，不然。这个八千有冻掉的哈，台湾你只要有两间清洁炼油厂，哈，都到台湾本土用啊，啊，咱来做到六千，就是国民党干呐，无要顾台湾的环境，牺牲台湾的环境权，所以三千、四千、五千、六千你就去，我台湾人去替全世界做一挂塑胶的加工品，哦，汽车的这些零件有无？真侪。拢是用塑胶做的，哈、哦。澳洲你看，伊个土地，咱台湾的，吼、哦，要200倍，啊，伊人口跟咱台湾差不多，他们土地那么大，都舍不得污染，舍不得设这些，啊、哦，石化工业，包括伊个下游厂商在塑胶产品，伊咧保护伊个土地，伊授权锻炼台湾生产产品做了，大英澳洲国家的伊个厂商的骂骨。附加价值就起来，台湾敢那赚一个5%、10%的这个工资呢，啊，结果污染流入台湾，啊，今中国同款，中国比咱较吃力，所以遐雾霾呐，到寒天就开始飞来到台湾，啊，这足毒的哦，这个雾霾足毒的，哦，这真侪输入到你的肺部，调理肺部你是不可逆转，哈、哦，过来郑成功。啊！那伊成功，咱就失败。好、哦，1624年啊，哈、哦，荷兰人来占安平。同迄一年，哦，同款1624年，荷兰人去占纽约曼哈顿，哈、哦，啊，遐个河这名叫做新阿姆斯特丹。啊，你看，到尾400年后，纽约即卖是全世界上大。上强、上富裕的都市，哈、哦！啊，咱台南市咧，台南较早还佫讲一户二落三万家，我啊即卖咧，连输已经输台北都，输高雄都，输台中都，即卖排第四名，哦，所以伫台湾连第一名都保不住，哦，何况讲，你看北美人荷兰人去占。曼哈顿，起码纽约变个遮富裕、遮大个都市。啊，如果那迄阵郑成功无把荷兰人赶走，咱搞不好咱即马一直拢是荷兰人咧甲咱管，咱变荷兰的一个省啊，一个州哈。啊，迄阵啊，一直混血混三四百年后，哦，你混一个你知影，查甫烟头，查某个水，佮高强大汉，佮鼻啊嘟嘟，目睭落落，佮。红头毛，啊！即马呐，中国游客来台湾看，哦，拢爱加观光，哦，拢遮悬，啊，大家拢生意跟阮中国人无同，嗯，台湾可能唔是咱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啊，特别佮讲即句啊，对不对？啊，所以如果荷兰人一直管吼，咱是一个高度发展的国家，吼、哦。台湾呐，又先进的国家合作的，哦，日本人跟咱合作的，哦，日本嘛欠个。哦，咱来看荷兰合作伙时，荷兰一定完啦。荷兰你会记较早有一间飞利浦公司吼、哦，全世界早期完啦，数一数二的大间电器公司。所以说这个来了吼，伊先讲咱失败吼，甲即嘛，
中国人来台湾，就是台湾上歹时期啊！哈，来，大清这代，我大清来台湾212栋，哦，连一条路，纵贯路都第一线都做袂好势，哦，连铁路嘛袂晓做，好不好？这日本时代吼，我真，阮的时代人因拢真怀念日本时代，讲日本人。在台湾，甲台湾教甲台湾人修法、修时间、修信用。哦，因迄阵话讲出来就准算啊，唔免写契约书，就拢做甲到。哦，因拢定一句话讲：答应人较惨死，拢爱认真。你讲出来拢爱完成。啊，所以伫安尼情况下，台湾人的信用做好。但是另外，中国人1949年都亡来了，台湾即几年。这几十年来，都信用一直破产，讲话拢无算话，写客户书爱写一本才六本，佫出代志。我较早是免写，讲就着准算啊。台湾人嘛守时间，迄阵日本时代咧讲坐火车，火车若较慢，拢讲慢分尔，以分做单位。中国人来了讲误点，分甲点是差68呢，吼。你慢一分，甲慢一点钟，迄是差68。所以，伫安尼种啊，日本人佮教咱台湾人守法，吼，所以迄阵犯罪率足低，吼，会使夜不闭户，吼，路不拾遗。啊，即中国、中华民国流亡来台在台湾吼，啊，我较爱用即句啦，中华民国在台湾，我爱较爱改做中华民国海台湾。那伊莫来啦，吼。美军入来，美国人总是较先进、较民主。咱早就像琉球同款，咱早就回归日本啊。就是这中国这小鬼仔壳，甲咱定掉咧。哦，咱这个壳若无甲脱掉吼，台湾无多出头天哈。过来第七，蒋介石。哦，顶一代我常听讲，啊，迄阵吼，那不爱。广岛长期迄两岸主岛啦，牵到台湾吼，看下咱若新迄两岸主岛，看下嘛真着即个臭石头啊！因为广岛长期伫战后差不多20几年、30年了，因着恢复建设吼，拢恢复正常。但是台湾甲即嘛，伊虽然死遐久啊，哦，大概1976年死的番吼。但是到即嘛，阴魂不散，吼、哦！你讲，还佫有人讲，这是咱的民族救星，世界的伟人，吼、哦！啊，所有的较早的火车站头前啦，还是学校，拢有伊的铜像，吼、哦！啊，这遗毒到即嘛，也袂退，吼、哦！也袂，这毒了，还佫咧伫咱台湾的心内透过来，吼、哦！是一个伤紧的。好来，咱来分听讲。前个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吼，即较早第一届波湾战争，就是伊领军去甲伊拉克拍败，吼。迄阵是老布希咧做总统，伊伫2004年10月25日，伫北京，吼，记者咧甲问的是伊甲你讲的，迄阵咧甲问讲，请问国务卿啊，台湾甲中华民国即卖因的国际地位是啥款？吼，伊讲。中华民国毋是国家，台湾嘛毋是国家，台湾无享有国家主权，应该伊啊。台湾是尚未，台湾跟中华民国是尚未解决的议题啦，哈、哦。那么因为台湾是美国境外的国内，啊、哦，我再用一个境外的国内，就是虽然美国人咧管台湾，但是台湾还阁算美国的境外，美国人要来台湾嘛，就爱提伊的护照开张的吧。但是美国伊阁用一个台湾管制法，是美国参众议院通过的国内法咧管台湾，哈、哦。那么国家有认定的标准，哈、哦。那么台湾是毋是国家，咱来探讨。哦，这四个国家的认定标准，你要有领土、有人口、政府、外交权。来，台湾国家有领土，歹势无。即马这个国家
另外，这个台湾朋友，这个领土是日本天皇的，这人口，歹势，你拢摕中华民国的迄个身份证吼。啊，另外这个政府，毋是咱台湾人的政府，是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吼。有啦，阮有23个小朋友的国家，歹势，最近吼，差不多4个月前，佫碰见一个叫做甘比亚有无？伊这个。你要看伊个建交公报，歹势，顶悬拢是中华民国外交部派出个代表去跟人签的，毋是你台湾国去跟人签的。所以台湾无即四个，所以无国家，袂使变作一个国家。过来，咱拢拜关公妈祖，所以咱拢是中国人。啊，咱拢是用汉字，所以咱拢中国人。如果这个逻辑哪会通，安尼，那遐信耶稣拢以色列人，啊，日本国人啊。啊，那拜妈祖嘛，拜了释迦牟尼佛的，拢印度人。我说这个逻辑未通。啊，那用汉字的中国人，起码日本人嘛要咧用汉字，甚至进前的韩国嘛用汉字，因起码用改。韩国的语言这个原本，但是早前因的首都嘛，还叫做汉城，啊，那么新加坡人嘛，也有咧用汉文。新加坡人伊袂讲伊是中国人，哈，你若甲新加坡人讲啊，你咱拢中国人的是，要给你白眼看，哈，这就袂通了，哈。啊，如果这个会通安尼，那讲英语的拢英国人，菲律宾讲英语呢？啊，应该英国人，唔是啊，哈、哦。啊，加拿大嘛讲英语。好嘞，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未来变怎？咱来看，因为陆海空三军司令部要裁撤哈，改、哦、做指挥部呢。即卖21万5的兵啊，哈、哦，要增进甲剩差不多12万人，啊，这拄啊差不多像日本的自卫队安尼的规模。啊，无司令部，啥物人要来指挥？就是美军要来指挥嘛。哦，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哦，伫迄个夏威夷总部，因会当直接来指挥。啊、哦，因为咱伫即个新竹有一个乐山雷达基地，即个全世界上先进的4座雷达，一座起伫台湾，一座起伫日本。哈、哦，啊，这是台湾人。纳税金钱，予中华民国，去予美国所起的。本来阿扁迄阵时是编300亿个台票要起较好，结果2008年，马英九算着了，美国讲爱追加预算，加100亿，做一挂即、這个做防骇客哈、防泄密的这一挂设备，因为伊对中华民国即个马英九。无信心，惊一挂机密会泄露去阿强迄边去，哈、哦，一挂即个所收到即个资那个资料的链接，哈、哦。那么，甚至迄阵有人讲，如果阿强啊真正摕到制海权、制空权，开始要登陆作战，台湾的守军要怎么办？美国是讲，啊，你中国。中华民国国军，你规个西部沿海往内陆撤10公里，进空，我美军直接要来轰炸哦，较袂去甲恁炸着，恁只去做中国兵的台湾人，因为即中华民国国军8%那个85%以上拢咱台湾人嘛吼。过来，美国军事政府会入来台湾吼，流亡的中华民国，因只政府的人员。爱撤去金门、马祖，还是福建的平潭岛？哦，来，咱来看，2011年11月30日，海峡号平潭到大中港首航，航程3点钟俩，哈、哦，啊，哦，3.5小时，啊，看海流，还是看因那边吹到3点钟就到啊啦。啊，去年10月7日，海峡号到台北港，哈、哦。伊平潭到台北港，这台北港就是巴黎，金山巴黎迄个巴黎吼，即、哦这个较近，2点半钟俩，即位台北去哩吼、
先半点钟啦，吼。哎，这只船啊，吼，伊会当载七八六十只这个小客车，哇，迄个旅客啦，啊，小客车有240台，吼。那么去年运量差不多有180,000人次，啊，因家己的迄个联合报的电子报的系统，因家己估计台北港将来的运量会比台中港较大，什么原因？台北管区拢是中国人较济嘛，迄阵撤退来拢为家人港起来较济，吼。好，那么是安那美国讲台独代表战争，咱过去的观念拢讲哦，台独阿强啊要甲咱拍。咱来看到底什么情形？这个2006年5月，阿扁也去访问中南美，啊，甚至有一届迷航之旅，有无？就是迄阵2006年是已经6年，阿扁也第二届吼就任，迄届伊就无连任的压力啊，所以开始无要听美国话，开始要行台独的路线，所以。有小布希甲美做麻烦制造者，哈 ，trouble maker。第一届伊就任的时，含小布希配合反恐，哈，迄阵美国的纽约迄个双子星大厦，伊有变阿登个恐怖人甲弄飞机弄崩去，哈。迄届阿扁也配合了袂歹，所以阿扁也要去中南美访问的时。美国小布希个安排，可以会当直接过境美国本土的纽约，佮可以会当伫饭店外口，你来看台侨握手，哦，这是足好魄力啊！你去李登辉阵两国论算着了，去美国，美国无爱要去南中南美访问，美国无爱互你本土，叫伊飞夏威夷有无？所以迄阵。去到美国降落了，伊美国官员，迄阵 AIT 的官员要去甲拜访，迄阵叫做敢那普瑞泽款，哦，博瑞光款，普瑞泽，结果李登辉袂爽，穿困衫出来甲他们会面，好无？啊阿扁啊，第一届去真好嘞，第二届。就是2006年5月这届，迄阵小布希就受气啊，刁阿甲安排阿扁来陪伊，迄个阿拉斯加迄个安克拉治，吼，互伊赶甲皮皮出，啊，所以阿扁也袂爽，所以回程，美国也无爱互伊去入本土，阿扁也阵家己安排，所以叫迄阵的媒体甲报讲迷途之旅有无？陪伊看利比亚。飞到利比亚，哦，伊跟迄个戈达菲因见见面 ，OK。那么佐利克是副国务卿了，哦，哈，美国总统副国务卿，副国务卿佐利克，伊伫2006年5月13日，哦，伫美国国会众议院关系哦国际关系委员会美中关系听证会明确表示，让我清楚的说，台独就是战争，就作为。副国务卿一级的美国主要官员，如此直率地把台独与战争直接紧密的挂钩，这在过去是极为罕见的。哈，李克公他说，这是因为让我把话说白，独立意味着战争，这意味着我们美国要出动陆海空军，还有海军陆战队，出动这军队要创啥？要打强啊吗？不是呢，要打咱台湾中华民国。就你若台湾若发要台独立，独立吧。所以过去咱错误的想法讲，台独代表战争是阿强要敢拍，毋是，是美国要敢拍。啥物原因？我当年有讲过，台湾有两个主人嘛，一个是所有权人日本天皇，一个是债权人抵押在美国手上嘛。台湾被抵押在美国手上，哦，所以美国即马掌控。占领台湾，就是咧等这个赔偿金呐，啊。你拢无要管阮这两个主人，债权人甲所有权人，你要甲台湾独立去对啊？就好像 我有一只手表，我到拿去当铺去当典当，哦，当3个月，这3个月你要甲我的手表过户哦，
你袂使用枪，迄落，用枪去，还是倒回来给偷摕去？三个月来，我若有钱，我提伊给你要赎回来，你也还我。你袂使讲我钱摕去买赎回来，讲无呢？迄个阿强啊，他搞我抢去安尼。日本政府若摕钱要来赔予美国，吼，讲台湾我爱赔偌济钱，予你美国，你要甲台湾还我。我歹势呢，迄个阿强啊抢去啊！啊，你美国免得做世界警察，免得管全世界，吼。所以美国。想到伫1996年，头拄啊，毕主任讲飞弹危机的时候吧，美国随派两架航空母舰战斗群来过台湾，逃台湾尾，啥物原因？你即地还过好啊，莫阿强啊退去啊，莫擦枪走火，阿强人啊拍来，好，好。那么想到美国讲台湾袂使攻岛，啊，这再个章有大概讲着，就是2008年到14年迄个选举嘛。全世界拢讲我投票率遮悬，啊，结果过半数拢支持通牌卖研究。哦，这伫美国人来看，也是后壁的民主国家看，是恁欢喜要让阿强啊管嘛，要甲阿强啊合并统一嘛。过来，咱来探讨讲，现在美国要爱咱台湾民政府训练4000名人员，甲合法41万份的台湾政府的身份证。伫战后，二次世界大战战后，台湾迄阵的人口差不多600万人。那么麦克阿瑟的命令第一号，要求蒋介石的部队来台湾接管。迄阵陈仪派差不多1000名的吼公告人员来台湾，来接收台湾。迄个接应该爱讲接收，抢劫的劫，吼接收台湾。那么现在台湾要2400万人，所以差不多600万的四倍，所以4000人。那么41万分，这就是咱基本的台湾民政府的民意嘛。有41万的人来申请台湾民政府所发的这个 ID 卡，这身份证，就代表讲这些人有支持咱台湾民政府，啊，这些人买定伫外口家己的亲戚朋友。讲咱台湾民政府的这个法理论述，哈，予台湾人觉醒起来。那有安尼，美国唔较有可能要甲监管，先予咱台湾人。好，过来咱来看美军占领台湾的法律依据甲迹象，哈。因为咱甲讲，咱许美国军事占领足侪人，哪有啊？我拢也无看到美军。哦，啊，咱来看伊的法理依据甲迹象。法律上就是因为麦克阿瑟一般命令第一号啊，这个第一号命令是美国参谋联席会所拟定，在1945年8月17日由当时的总统杜鲁门核准了，授权哦麦克阿瑟将军，在1945年9月7日，在日本的东京湾哦对日本受降日发布，在这个东京湾电馆那架密苏里舰电馆发布命令蒋介石。代表民军接受在台湾的日本军的投降，给缴械，吼、哦，这就是像那中国军会来台湾，就是因为有这个一般命令。啊，你要注意看，是用命令命令蒋介石，像那叫做命令。因为这是杜鲁门核准授权和麦克阿瑟将军是盟军统帅。远东区嘿，盟军统帅，以太平洋战区啦，好、哦，啊，远东军区的迄个统帅。那么杜鲁门是所有的盟军的最高统帅，啊，伊所发布的命令啊，哦，啊，是安怎伊会当命令蒋介石来？这是因为美国是日本台湾的征服者，所有来拍日本、拍台湾、拍琉球，拢是美军，啊、哦，所以依靠权力来分配。盟军什么人去占什么所在？啊，比如讲，北纬38度以北，北朝鲜，包括东北地区，啊，中国的东北。现在伊阵规定就是讲，以后命令规定，这两个所在人爱去向
苏联军的远东军区的总司令导航。那么，越南，北纬16度以北的北越，这印度它的划属印度支那，包括台湾甲澎湖，爱向蒋介石导航。但你注意，以前讲敢若讲蒋介石头前无挂中华民国这个国号，是安怎才会安尼？去向苏联军的远东区的总司令导航，有挂头前挂苏联这个国家的名号，是安怎这个无？敢若讲蒋介石无讲中华民国蒋介石，就是迄阵中国有几下个，吼、哦，有四个。有重庆的蒋介石政府，有延安的毛泽东政府，有南京的汪精卫政府，還有一个满洲国。哦、所以唔知啥人要代表中国，只好直接用人名。好、哦，好，过来。旧金山和平条约，哈、哦，伫1952年4月2日被生效，伊内底所讲的第二条 B， 日本放弃台湾跟澎湖。管辖治理权呢？吼，地上权呢？吼，第23条 A， 确定美国对日本是主要占领全国的生，这当然包括日本的日属台湾。好，好，再来，对日合约所有的拟定啊，啊，佮跟51个同盟国协商，这是杜勒斯的主导佮分配，啊，这个杜勒斯是美国总统所聘任的协商特使。拢伊咧主导，包括要安怎写，要安怎拟定，啊，要安怎跟迄51个国家协商，或者足大个工程吼，每一个国家的利益拢爱照顾甲到吼，爱协商甲大家欢喜甘愿吼。过来，台湾关系法，1979年1月7日，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但是这个台湾关系法是。1979年4月10日才订立，但是追溯到1月1日生效，什么原因？就是要跟一般命令连接嘛。以前的麦克阿瑟一般命令到断交迄天登去嘛，去头去，所以要赶紧订一个新的台湾关系法，追溯到1月1日，甲接起来哈。啊，这是美国的国内法，美国参众议院伫因美国国内咧订这个法的时。无靠咱台湾人参详，应该哩进行订立哈，而且要来实施的时嘛，无甲咱，无甲咱讲啊，我要来实施台湾关系法会使袂？唔免直接的实施啊，哈。所以咱嘛毋捌听到讲有英国台湾关系法，还是法国台湾关系法，无。好，过来，咱来看1982年美国的雷根总统对台6项保证。这是美国要跟阿公啊签817公报进前，迄阵台湾民心惶惶，无论是哪下一列个台湾人还是中国人，拢足烦恼啊。这是压垮国民党最后一根稻草，拄啊跟较早1949年美国发表一个对华白皮书同款，迄阵国共内战，国民党已经败相已出。啊！美国暗算要放弃中华民国，所以发布迄个对华白皮书，一个发布落到的国民党的民心世界规个崩，所以照刚才背的，就我头拄仔讲的，转进一日千里。啊，其实你讲到遐，咱迄三句哈，转进一日，我军转进一日千里，共军追赶不及。啊，那用。闽南话四字的工程啊，这怕输招赢，对吧？四字的解决啦。好，啊，这赶快又是最后一根稻草来啊！大家反正迄阵台湾人哪一列个有钱人，拢咧卖厝、卖土地、卖财产，赶紧要移民出去。啊，阵蒋经国一看这呢，袂使啊，赶紧透过伊的外交系统去甲雷根总统塞奈。拜托伊讲，啊，你嘛发布一寡保证，予阮台湾来安搭台湾人遮个民心，所以毋靠即个6项保证，哈。啊，咱来看伊到底讲啥？
第一就讲美国无意意思要就对台湾的军售设下杂志的日期。第二，美国未就台湾的军售的议题事先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来磋商。过来，美国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压力之下停止对台湾的军售。啊，你看这拢有对台、对台、对台。这个台不是台湾，台湾人是台湾治理当局，就是台湾关系法里面所说的那个台湾治理当局，1979年4月70日通过那个台湾治理当局。来，第四，美国不修改台湾关系法。再来，美国无意思要扮演台海两岸的中介者，美国不施压迫和台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展开谈判。第六，美国无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有主权的主张。所以为只看了就是讲，这六项保证一个发布嘞，台湾真正台湾人的心都拢差不多，看我稳定落来，都较袂遐惊吓。那么你咱就想奇怪。啊，咱毋捌听过其他国家对台湾有任何保证，还是承诺？我即敢若美国对台湾有啥物责任，所以伊爱保证承诺。所以我有时啊，定我爱用一个例讲，就敢若男女朋友交往甲相当的关系啊，相当的感情啊。啊，男方想要娶这个女孩子，一定是发展甲某种关系，毋靠想。讲到嫁娶啊，哈，啊，是安那要爱护，这个女孩子答应要嫁你，你爱护有保证有承诺，啊，你若嫁我，我保证你生活幸福快乐，啊，我每个月5万块给你买衫裤，啊，5万块给你买化妆品，还给你保证哈，一定有关系哈，所以咱是跟美国绝对有关系，就是咱是被占领者，伊是占领者这个关系哈。过来，咱来看。美国核电之意义哈，我来咱来看，啊，这个你若当选中华民国流氓总统，拢爱接到美国的核电来甲你确认，这真奇怪，那免其他国家的核电，都一定爱美国的较有准绳，啊，这就敢那讲，美国有一间大间的这个数字公司，的总公司。伊伫台湾有开分公司，啊，较早总经理拢用派，哦，较早派一个总经理叫做蒋介石来台湾管台湾的一间分公司，后来换派蒋经国，过来互你用民选的，选恁台湾地区的表现较好的高人，哦，迄阵尾啊选李登辉起来，后壁阁选一个陈水扁，但是若选到，就爱等美国的核电。来给你承认，讲啊，我美国总公司承认，你会当做我台湾区的这个分公司的总经理，这个意思。好，好来，那看，这正如一般命令第一号，蒋介石一脉相承。好，那来看第二届阿扁也选到3月20日，319发生枪击案。啊，迄阵阿扁也问连战讲，啊，发生这重大的枪击案。干要阁选，啊！阵连宋和稳赢的，伊讲无要紧，选无要紧，因为想马战啊票开出来，因连宋就要做总统、副总统啊。结果毋知道，可能迄个有228牵手赴台湾，吼，李登辉发动228牵手赴台湾，28遐英人有出来斗三工，所以较赢20000几票，换算拄啊赢0.228。这个有点悬哈，啊，所以那也做唔完的啊，去霸占凯道，嘛去占领迄个中央选举委员会，所以迄阵绿营一直咧等美方白宫的贺电，哦，迄个心情，哦，冻几礼拜拢无贺电，拢无来，哦，迄阵咱台湾人嘛，心内一条大石头跌掉了，拢无放了。阿扁后若冻袂调，到头一礼拜时，伊阵跟美国在台协会迄个夏新，哦，迄个查某迄个交情袂歹，就拜托伊讲，无你嘛去甲我问看，是安怎才会白宫的贺电拢无来？
下进真正去甲问，伊讲哦，好点准备好啊，但是咧等中华民国中央选举委员会甲迄个当选公告打去。但这个消息哪样嘛知影，所以因就去为中央选举委员会，不要打，不要迄个黄石成主任委员去打迄个当选证书啊，当选公告。所以咧打哪样，甲另外底啊。QQ 六六，玻璃拢真真磕磕破，但是黄志成拄啊打起迄个吼，都需要哪样拆起来。但伊打起迄个动作，人连拍卡面人翕着，所以传真去予白宫，白宫好点真正半点钟来睡觉。哪样谁知影？伊讲，因就知影讲大势已去，佫乱无效，因为头家已经当即马新的总经理嘛是陈水扁。所以就乱袂落，迄、那个凯道就溃散，就散去啊！啊，你就知影讲，真正爱贺电来确认，啊，真正美国是正港的头家，哈、啊。即马伫台湾咧做，这是分公司的总经理呢，哈、啊，莫想甲神经，哈、啊。来，阮就记得来做一寡对比，哈、啊。你看菲律宾有克拉克空军基地，甲一个苏比克湾的海军基地。过来，琉球有加索纳空军基地、甲普天间基地；过来，古巴有关达纳摩湾基地；台湾有一个清泉岗空军基地。啊，你注意甲看，遮个所有的基地，拢是迄个美国军事占领过的所在。哦，菲律宾甲古巴拢是美国跟西班牙战争了，哦，一个放弃，一个割让的。那么琉球甲台湾。就是美国跟日本修建，日本建书，哦，咱的美国建书，所以叫美国甲设基地，哦，安尼就知影讲，咱就是因为叫美国军事占领，伊唔开会当在台湾有这个权利来设这个空军基地，哈、哦，清泉岗空军基地，哦，好，过来，那么依照国际战争法规定，哈、哦，第一。君主占领袂使移转主权，咱来以伊拉克做例，哈、哦。伊拉克，哦，2003年，英美联军，哦，去拍伊拉克，不到两个月，就把伊拉克拍败，哈、哦，把迄个海山迄个铜像拢救来。那么，伫2003年5月7日。完成对伊拉克的军事攻击，而进入善意占领期。好、哦，咱即马伫台湾，咱嘛是，叫做善意占领期，就是无真正搁咧修建，哈、哦，无搁咧台啊，哈、哦。过来，2003年5月2日，联合国承认英美联军伫伊拉克这个临时管理当局有伊的权利，好、哦，一定来继续。关这个伊拉克，哈、哦，但是一直到2009年，哈、哦，差不多6年后，4月30日，英国军将其撤军。那么美国是2011年12月15日，美军将其撤军，干那剩200几个人做伊拉克的军事军留底下，哈、哦，啊，你也想，啊，英美联军开遐尼侪钱。账面上讲3000几亿的美金，其实差不多爱过2-3倍，吼、哦，的钱啦吼、哦，开遮侪钱，死遐侪英美联军的人，吼、哦，安尼，那也无甲伊拉克，甲当作美国的第51州，啊，这就因为军事迄、那个战争法，吼、哦，军事占领袂使移转主权，有这个规定，所以佮开较侪钱，你佮占较久。嘛袂变作美国的领土，嘛袂变作美国的第51州，哈、哦。过来第二，依据国际战争法规定，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啊，即咱以中华民国做例，中华民国等于许美国派来过台湾这栋大楼的楼卡的管理室的管理员。啊、你袂使讲，啊，我来遮做管理员，伫遮过69年啊呢，啊，一栋台湾大楼变作我
中华民国的，无可能嘛吼。咱请所谓来过过门口，唔是讲你过路过这栋大楼，就这拢变作你的，无可能嘛吼。所以，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到今嘛，中华民国，你甲讲啊，台湾那是你的领土啊，请问你的过户书摕来我看卖，拢摕袂出来，无这款条约。好，好啦，咱过来看以吐蕃为例，吐蕃流亡去印度的达兰萨拉，伊敢会讲，今嘛规个印度拢我。吐蕃的达赖喇嘛咧管，无可能嘛？你是去啊，甲印度租迄块土地，啊，规印度也无变做你的啊。你流亡去遐呢？吼，去遐共照大，啊，结果国民党做袂见效，来台湾照大，流亡来遮，去遮叫官庙讲吼，咱老一辈拢安尼讲，讲。啊！我豆油底下照你运一个，你煞规个豆油底下胖胖去。啊，有一句话咧讲，就是咧形容这中国人乞食官庙公，啊，乞食奔如过的人乖阿灰。好，过来，咱以法国做例。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迄个德国甲占领，伊是安怎会遐紧投降？就是因法国人第一。伊嘛知影伊个武力输，伊若要跟德国硬战，德国个损失惨重，伊个一寡历史古迹拢会损害去，所以甘愿投降。啊，所以戴高乐将军带一寡军公教人员流亡去英国伦敦，叫做法国在伦敦，拄啊像即马中华民国在台北啊 ，Chinese 台北讲意思。那么法国要安怎？变作个合法的法国政府，就是伊爱反攻，哦，就像即马进前较早，咱用骗讲中华民国要反攻大陆，伊就爱个挥军把中国大陆个重新占领回来，好，阿伫南京阁恢复中华民国政权。法国赶快啦，第二次建牢，德国战败了，法国的戴高乐登一个法国的巴黎。重新成立政府，哦，安尼你就会当合法。你是等于你原来的所在，哦，安尼就当合法，哦。那法国这个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但是你若继续流亡伫别个人的国家，你就不可能就地合法，哦，安尼知影啦吼。那么美国军政府委托中华民国占领台湾，已经，哦，即摆已经69年哈，今年算第69年。那么，因为咱秘书长2006年10月24日，哈，抗美案这个判决哈，迄五点，哈，所以要解除对台湾的军事占领的日期应该无妨啊，就是咧单单关因训练这4000个哈，接收人员 ，OK， 好。过来，美国军政府所核发的台湾身份证，伊的法源是安怎？好，咱的身份证你甲。摕起来看的是吼，你老清的。第一个，咱即马先来看这个，才有一个分类 T W。那主要只要是本土台湾人，就是1945年9月7日麦克阿瑟发布一般命令了，迄天开始，还阁住伫台湾，即咱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包括所生团的人，你来申请，拢会当摕到这个身份。有著这个身份，将来你才有资格伫台湾民政府内底做公教人员，无军哦吼，没有军公教迄个军，干那公教人员。因为咱台湾人以后是主敌就无军队啊，就像因为较早日本拄开始吼，干那有自卫队啊，上台省连自卫队拢无吼，啊将来咱主队咱自治，但是要搁美国军政府。管辖下的自治，美国要负责台湾的国防，哈 ，OK。安尼将来有这个身份证的人嘛，依靠资格去参选，啊，不论你是去做候选人，还是去投票，
啊，你若中国人遐难民，因无资格吼，伊若来请即个身份证，咱予伊个即个 class 会写 C1，C 就是 Chinese，E 就是 exiled， 就是难民，因摕叫做难民证吼，因个身份证叫做难民。咱来看，咱来这个身份证，甲变过后壁，本卡核发的依据如下啊，我来甲放大一边安尼哈。依据万国公法，哈、啊，国际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台湾关系法，过来，美中三个公报，一个中国政策，美国宪法，美国金治政府管辖下台湾民政府参议院所发布《台湾公民权利法案》。OK， 这个美中。三个公报就是，迄阵呢，上海公报，吼、哦，啊，过来一个建交公报，吼、哦，1979年的建交公报，过来，这个雷根的六大保证，迄阵的签的817公报，好吧，好、哦，这三个，就是依照这个美中三个报那个公报，过来一个中国政策，这真侪人，包括咱本土台湾人，足受气的。嗯，那一个中国政策，啊，阮中华民国呢？你看台湾人读到迄种洗脑洗到，已经认同中华民国是伊个国家，所以伊希望美国你喜爱两个中国政策，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是中华民国。哦，这就是错误的台湾人，因为即摆足侪人咧反对一个中国政策，其实美国一个中国政策是讲中国。联合国组成里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那么台湾是台湾啊，跟中国无关的啊，所以伊是咧讲一个中国，这是对的啊、哦。台湾人拢误会，咱就是要中华民国先啦，讲要捍卫中华民国，所以我昨咧讲的，台湾人拢咧甲中华民国咧捍卫迄支旗啊，有无？啊、哦，这就是咱用洗脑的啊、哦。好，过来，这里倒。哦，真正足水啦吼！但是真可惜，咱拢咧做人的基地。这四百年来，咱拢做人的基地。你看，注意看，这电源这有一个人造的结构的建筑，这就是满洲的当兵，还有一个九鹏这个飞弹发射的试验基地。啊，咱所有中科院所研发的这个。飞弹，拢伫遮咧试射，好。那么我所咧讲的四百年来，咱拢做人的基地，就是讲荷兰人来，咱变个贸易基地。荷兰人来叫咱爱种甘蔗，啊叫咱的原住民爱掠鹿啊，出鹿皮，吼、哦。迄阵北欧也是纬度较悬的遐寒冷的国家，拢需要皮衫。用皮做的一寡工具，吼，比如马鞍，哇，还是皮的手套，所以拢咧做伊个贸易基地。吼，荷兰人去台湾安平遐赚袂少钱。过来，电线工来，咱变做反清复明，因个复兴基地。那么台清来了，因派官来遮拢三年官两年满，啊，这两年满是因个。遐官员落地啊，拢底甲满满满，歪哥贪污，两年满就等要等于台清，变伊个这个捞钱的基地。换日本人来统治台湾，台湾真正是物产丰富，变作日本的粮仓。所以日本有资格发动南太平洋战争，就是因为伊有台湾做伊个南进基地，所以武力要削减。三军未动，粮草要先行，哦、所以伊得了台湾了，有粮草，伊才有资格发动南太平洋战争，哈、哦，咱个变日本的南进基地。我中华民国蒋介石来，咱一个变反攻大陆的复兴基地，哦，咱这四百年来拢在做人的基地，好、哦，所以台湾人，台湾哈、哦，这块水。美丽岛，水人无水命，大家抢要爱，结果拢咧做人的基地啦，哈。好，啊，这是咱
大楼哈，五楼顶管所插的油漆机啊哈，啊，这有一个意涵，是咱美国机做上顶管，啊，台湾是由美国占领，所以其他日本机爱白白较低，台湾民政府机也较低，美国军政府的机哈拢会较低哈。OK， 好，来看台湾主问题，本来讲是安怎爱成立台湾民政府，啊，这就是咱是依据。国际战争法，哈、哦，被占领的所在，当地人民拢爱家己出来做一个民政府，哦、啊，咱台湾就是较早唔知影，哦，到2008年2月7日，哦，咱才成立伫台北成立哈、哦。那么琉球，咱做以琉球来做例，哦，琉球当时许美国军政府占领了，哦，琉球人往那做一个。琉球民主内底嘛有立法、司法，吼、哦，啊个行政三权分立。那么咱来简单小解这个2006年的抗美案，吼、哦。这个抗美案伫2008年3月18日，联邦地方法院判定，吼、哦，本土台湾人无国籍，吼、哦。People of Taiwan， 好吧 ？People of Taiwan 就是本土台湾人，无国籍，来讲咱还可以这样上诉啊。啊，这本土台湾人的定义就是1945年8月15日迄个时间点啊。迄阵关日本国籍的台湾人，哦，咱阿公阿妈因啊，包括伊所生传落来这个后代，好来。过来，咱到2009年4月7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啊，联邦高等法院啦哈，佮讲台湾人无国际承认的政府，台湾人生活伫政治的联合当中，哦，这是高等法院佮加判一个。那么伊讲伊的权利会当到遮尔，伊共判到遮，哦，恁会当佮上诉，哦，所以咱如果上诉，2009年7月7日，联邦最高法院受理本案。这是按照，这是本土台湾人建后头一届向美日太平洋战争的争议者美国，伊的联邦最高法院依照国际法、战争法、古今仔和平条，甲美国宪法提出告诉，自然伫地方法院，咱比如你去告美国吼，带228个去告美国，收件迄阵，秘书长就甲我讲，咱赢一半，啥物原因？伊敢甲咱收件，代表什么意思？就是美国的司法部门对台湾有司法管辖治理权呐、啊。啊，你若有司法管辖权，其他都拢有啊嘛。所以咱伊讲咱赢一半。所以地方法院甲咱判咱无国籍，高等法院判咱台湾人无家己的政府，判咱还阁活伫政治林立当中，阁来到最高法院。这个话你后壁无通去提安尼，地方法院两提讲，啊，我刚才权力到遮，我两判安尼尔，你阁上诉去高等法院，高等法院判了讲，啊，你会当阁上诉，所以伫安尼情况下，咱会当上来到最高法院，哦，这足无简单嘞，哈、哦。但是美国行政部门官员跳出来，哈、哦，美国本来嘞，美国政府代表国务院伫2009年8月7日。宣布放弃抗辩权，哇，这真重要。这说明讲美国法律讲，美国政府放弃抗辩权，表示阮国全体本土台湾人，伫阮国对美国政府所有的告诉、甲叙述及法理见解，全属正确，国务院全部承认、确认。哦，因为你着知影讲，美国人。也在讲，伊犯了伫台湾犯了最大的人权的丑闻。台湾人即69年人去来迄个中华民国国民党政府安尼甲咱糟蹋，吼，这是世界最大的人权丑闻。所以后来在咱秘书长是用人权的角度去甲过，吼，所以本来美国政府拢讲啊，国家免诉，用电话呢还是高等法院讲，卖阁过落呀，但。法院嘛，继续提审。那么，即马
2009年十月七号，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宣布搁置本案待审。好，这就是讲，现在也讲搁置本案待审，就是美国政府这个最高法院，伊后壁无底提啊，伊若提个心心爱判，但是你美国政府还袂准备好，咱台湾民政府还袂训练4000个，嘛还袂准备好，所以伊即马咧等，就是咧等讲咱啊。拢事前训练好啊，咱阁向美国提交讲，啊，你还阁提出来审判吼、哦。啊，迄阵判了就讲，哎，台湾是美国，真正是美国海外即个军事占领地，吼、哦，安尼来，美军爱入来啊。既然法院有判，你行政部门，你要遵照法院的判决啊，吼、哦。好，所以伫安尼情况。在2010年7月7日，经过协商，台湾民政府在美国的首都华盛顿的特区挂牌运作。啊、哦，我来看，啊，这个七月七日在该处理哦。这个菲律宾在美国在1946年七月七日，佮协助和菲律宾独立建国，啊、哦，为美国的这个属地独立出来。所以菲律宾的国庆日嘛是七月七日，跟美国同款。啊，美国叫咱伫七月七日去美国挂牌，首都华盛顿的使馆特区挂牌。哎、欸，这嘛足有意涵的吼。过、哦、来，伫隔个月，伫9月7日，经双方协调，伫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的四季饭店，这个四季饭店是足有历史性的。所有美国的总统然后重大法案重大行政措施，拢会伫即个所在举行酒会来宣布吼。迄、哦、阵美国有派国务院啊、国防部、国安部、司法部拢有派员来参加吼、哦。美国人差不多成百位，咱台湾人迄阵有到80个，共襄盛举吼、哦。啊，这伫吼，因为9月7日，世纪大饭店庆祝酒会吼、哦。啊，你啊想，美国哪会阁用即个日期9月7日？哎。都有意思的9月8日上面一句，就是旧金山和平条约，迄50个国家伫旧金山签署的日期，好、哦、9月7日，好、哦、签署还袂生效，生效要到过年的4月2日才生效，哈、哦。好，那么2010年10月7日，台湾民政府组建第一届国务内阁成员，哈、哦，啊，美国有派人来看，哈、哦，有来翕相等。那么，2010年10月7日，台湾民政府选出40位的士绅哈，来组建参议院政府事务委员会，哈、哦，啊来通过完成这个台湾公民权利法案草案，上去由美国，哈、哦，啊，咱就上由美国又退两届，头一届上去无三工就又退回来，第二届上去，还有一礼拜又退回来，叫咱来修改。啊，到第三届上会较准哈，讲、哦、差不多 OK。啊，这个是要作为合法本土台湾人的身份证，好、哦，包括旅行证件的法源哈、哦。所以咱即马会当开始准备要申请这个旅行证件，你要先爱有台湾这个咱台湾民政府所发的迄个 ID 卡哈、哦。那么伫2011年的2月7日。台湾民政府筹建第一届参议院政府事务咨询委员会，哈、啊，通过《台湾公民权利法案》公布实施，哈、啊。那么2011年的10月20到23日，哦、啊，这五天，咱组织105个人去日本参加日本靖国神社一家迄个。底下是39100个台湾英灵举行慰灵祭，哦，你看，这咱底下翕相的，这个就靖国神社哈，啊，有外殿、内殿、中殿、内殿，咱是入去到上内底内殿，就日本的首相会当入去迄个所在哈，伊遐咧祭拜。啊，奇怪，啊，到哪有39100个英灵底下？
遮个人大部分就拢高山族个较济，就是伫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替日本天皇建设个遮个高山义勇军吼，啊，当然有包括咱平埔族个吼，遮个台湾人。啊，日本人足尊敬遮个高山义勇军，因为遐日本军伫南太平洋咧休战个时，迄阵无啥物好个通讯，定定牵主力部队脱节。啊，所以补给也送袂到。啊，后加在咱高山原住民丛林战这个游击战伊上高，所以也当做陷阱，掠一挂野兽来当做食物的来源。好，啊，嘛也当看啥物树遐会当食，啥物树遐根茎吼、块茎会当食，拢会当伫断粮的状况下来维持遐日本军的性命。所以战后遐作地。老日本兵拢会倒来找遮个高山原住民遮个人吼。那么讲，伊经过准备了，咱12月23号迄天是日本天皇的圣诞吼，所以咱来嘛去遐个住宿。啊，这皇居伫历史上头一届同时出现日本国旗和台湾民政府旗帜。这破天荒，好、哦，啊，这介趣味哦，日本人嘛搞不清楚状况，嗯，那有加这支旗出来，几啊百年来唔捌看到有第二支旗啊，无同款的，所以因的产经新闻社翕相翕了吼，因的报纸刊出来是，嗯，奇怪，阮看啊，哪会无咱的旗啊？原来吼、哦，啊，这足拄好的，因为咱这个。台湾民政府旗仔外口有箍一领红红，这代表啥？甲台湾箍起来，代表讲咱这个还阁是日本哦，这个红红代表日本嘛。咱迄个日本包围，就是咱还阁属于日本天皇，吼、哦。啊，所以因个产经新闻社伊后置，甲咱个民政府旗仔拢甲做规粒圆圆拢红个，所以报纸出来找无咱个旗仔。啊，咱甲抗议吼，第二年就无啊。第二年伊知影讲，啊，天皇都无意见，咱报社是咧有意见，啥物意思？哦，所以第二年到2012年，咱阁去，隔工好报纸，阮坐飞机转啊，伫飞轮机顶，阮就摕着迄个毋知读卖新闻就有啊，就拢无甲咱呼掉啊，吼。好，这个咱来看，台湾新竹乐山的雷达基地，然后挂美国旗。啊，即咱开遐侪钱，我头拄仔讲个，本来300个，那么附加变400个去啊，哈。哇，迄、那个台生，我是到50分还是到10点？安尼你搞跳我的台湾主问题好不好？到10点，哎，我知，哎，又搞讲。咱来看美国和台湾有关的条约法律哈，第南加之盟，这1867年，美国籍的商船罗发号，后人翻作罗美号，伫台东的外海发生船难，在船员上岸后，又南台湾族的人杀害，美国向台清抗议，台清政府讲，访辽以南不在版图，啊，剩。征番之地来卸责，哎，唔是了，我咧管咧，因甲你台根本无关系啊，安尼。所以，美国派这个领事李礼让，后人翻作李先德哈，跟南台湾族的18社头目周继土签约，内文基本上讲南台湾族地区非清国领地，哦，此南加之盟是美国。和南台湾原住民所签的国际条约，这是头一届，哦，美国和台湾的这族群来签这个条约。这条约内底讲啥？就是讲以后这船员若要上岸，还是发生船难要上岸，白天爱举红旗啊，啊上岸后袂使阁行入去船内底。
爱住喺岸边等原住民入来抓。啊，若暗时啊呢，爱举火把，住喺岸边等，等原住民来抓。啊，若无格杀勿论。当然咯、哦，伊个当作海贼啦，吼、哦，也是当作你要来抢伊个武器啊，吼、哦。迄当时咧讨论要签合约吼，南派文主原来算真歹。啊，迄个李先德吼、哦，伊有伊个翻译官，伊有一个带一个翻译官叫做敢那毕奇林，这个翻译官，翻译官个。因为迄个李里郎伊伫个目睭歹去，到一粒假。迄李里郎甲讲，若真正讲袂通的时候，你甲迄个目睭拔落来，甲担到桌仔顶。真正讲甲你讲袂通，真正目睭甲拔落来，担到桌仔顶。遐原住民惊着，我、哦、靠，目睭会当拔落来？哦，这是天顶落来吼、哦，这仙的款呢？哦，签签签。簽好啦，我再来讲一个马英九的故事啦，吼。马英九吼，伊都改 long stay 吼，啊，所以伊有一天去住伫一个养猪户的这个农场，啊，养猪饲猪、饲鸡、饲鸭、吼、饲狗啊，啊，平时拢咧管这猪啊、鸭、狗啊，吼。啊，即马马英九透早醒起，就讲。啊，主人啊，无麻烦你带头前引带阮来看你的农场，吼、哦。啊，迄农场主人讲，啊，唔啦，总统你行头前啦，我拢惯势行伫前生后壁。马啊，羊啊，狗啊，拄好拢前生。我啊，你行做头前，啊，即马到中昼吼、哦，主人我那办地都足车头来请。订迄个因家己饲个有机个吼，无注迄个荷尔蒙个迄个抗生素个鸡啊吼，就讲订鸡一桶个迄个一红鸡啊，阿妈就滴迄个，迄个就鸡脚，啊，你中国人做鸡先呢，鸡脚就鸡脚就讲较足好听，哦，这个凤爪好，就迄个别啦，你莫搁另外一支脚个讲要互主人食啊，主人这个凤爪好啊，啊，主人甲因讲。报告总统，阮无咧食鸡脚啦，阮拢留互狗食，因为拢有饲狗啊，阮拢留互狗食啦。是安尼，好，好 ，OK， 我来继续。过来的旧金山和平条约，吼，啊，这是头拄仔都讲过啊，啊，甲台湾关系法，这拢跟台湾有关的国际条约，啊，甲法律，哈，台湾关系法，这是较。因为国内化呢，哈，唔是国际条约。旧金山和平是我的一个国家做为签的国际条约。好，那么是安怎？美国要将台湾的地位巧妙的模糊化。哎、欸，你会感觉讲是安怎？伫台湾在中华民国，无论哪一列个，皆是拢足听美国人的话。啊，这就是美国伊所有的动作，因第一个就是要。以美国的利益排第一，伊先家己国家的利益顾好了，靠顾你其他的国家的利益，哈。啊，过来，伊就是无要跟中国因为台湾的问题来正面冲突，伊拢控哦模模糊糊，连咪讲东，连咪讲西，哈。都若要拜托哦，迄阵的九一一事件哦，2001年的九一一事件发生了。美国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堪比配合来反恐的时，迄阵伊就来把台湾给阿强阿看，因为我也无要卖武器给伊啊，吼，拢当无爱卖武器。啊，伫安尼情况，若要利用台湾，吼，就把台湾给阿强阿看。啊，若要利用，若要需要台湾的时，换伊就把阿强啊。阿强，你若无要配合，我著要卖啥物武器互阿强啊，无互台湾。啊，这就是拢伊咧用巧妙模糊咧顾美国的利益吼。伊拢甲台湾当作基业啊，吼、哦。咱迄个
生个吼，我定咧讲啊，咱台湾够衰，伊都足厉害，医生抓一个蒋介石叫伊部队来代替伊管，啊，若做毋对，做无好，人拢咧骂蒋介石，吼，啊，拢袂去骂美国。那么，即六十几年来，台湾人迄个中华民国管了管几管几啊，已经把中华民国当作我国啊。所以伊继续美到后壁做总经理，咧操控中华民国。所以中华民国伊嘛知影讲伊个身份地位是来遮代理个，是美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遮咧贪污腐败，食台湾人吼。啊，你若无听美国话，美国若甲你赶出去，赶倒去金门马祖，也是平潭，也是叫你拢规个拢刷刷倒去中国。啊，伊共产国家伊绝对带袂下。你食过？民主的滋味，你要去专制的共产主义国家，你一定带袂好个吼。过来，美国嘛咧等待本土台湾人觉醒爱超过75%，你怀疑讲安内毋是51%？爱加赢25%先，互伊乌金来买票啦。吼，台湾人心内想讲袂晓阿强阿管，但是若钱要来甲你买票，你着去许25%许买，所以爱赢到有剩75%。1895年，日本使政台湾时阵啊，受到原住民强烈反抗，啊，这秘书长有讲过啊。迄台青啊，做摩洛赛吼，台青伊跋主教要卖土地卖厝，讲啊无我无钱无现金，啊无我即间厝来卖你啊，嘛准挂念乎你。要挂念乎人讲，连隔壁迄间原住民住迄间，哦，都东海岸遮，拢做个挂挂号。日本政府，所以日本政府起来，咧拍遮西部平原足好拍，结果拄着高山原住民族，讲，啊，即我的传统生活的领域，因较无土地领土的观念，但是你都袂使，你来管我，遮我要安怎拍啦，我要安怎掠山猪，即我的自由。啊，你哪咧管我？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当然给你剪啦，吼，就出草啊，吼。你看迄个塞德克巴莱，吼，迄剪噶，吼。好，那么要看美国吼，那些永不起立鼓掌的人，值得我们台湾人来学习。好，你看，这两组人，奥巴马咧演讲，大家拢徛起来。精彩所在，大家徛起拍波啊！都这两组人，老神在在坐在遐，也袂笑，也袂拍波啊！嗯，这是啥物人？我咱来看，有一组就是因是美国参谋联席会议的成员，叫军人不鼓掌、不干政，除了有关军队的事务哈。是啊，你看，这大家安尼面啊，敢那变变吼，佮前奥巴马欠伊花啊钱，吼，拢无搭袂还吼。好，过来。另外一组，迄年纪拢较大，吼、哦，这是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大法官不会就演说中的任何内容，哈、哦，来鼓掌，因为他们代表国家权力的另外一端，司法公正，所以伊袂使伫这个所在，你讲了好，我就表示意见，你拍波，拍波就是在表示意见的意思，哈、哦，所以因袂使表达意见，所以因嘛是搁坐咧，哈、哦，啊边个人徛咧，哈、哦。你也想，咱伫中华民国体制下，咱定咧讲行政、立法、司法，这唔对。那伫英美国是立法排第一名，立法机构是民意最高、民意机关代表人民的最高机构，代表人民来立法了，交予行政部门、美国总统，啊就人家国务院，因来依法行政。行政要排第二，啊，你若无依法行政，后壁较司法，你若贪赃枉法，较来给你办，吼、哦。美国是安尼，立法、行政、司法，唔是中华民国即嘛，先行政，较立法，敢那立法即嘛，立法院敢那是行政院的橡皮图章，吼、哦，啊，这个唔对的哈、哦。好，那么今仔时间的关系，哦，我就先讲到这，啊、哦，好，多谢各位，谢谢。